来到英雄联盟。每个人都是评论家。敌军上啊，我们到达战场。哟呼！卡牌不切牌，你给我死！死了，问题不大，我们有变粑粑 ，nice， 回家。先来一双皮鞋，不来皮鞋直接把这卖了，卖了再来一双皮鞋。学艺咋对线？我打个石头人，我就不学技能，我平 A 我都能跟他对线。我其实没看起来那么严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扎克的配音呢，把这个扎生化魔人的这个魔人没有展现出来，我觉得。感觉有点憨，他学的艺啊。呜，毒！毒！有人尽快受伤哦。哎。兜不要这么死吧，打着打着他会发现，哎，杀我小伙子啊，杀我，要杀我，挺烦人呐。没合体成功啊，合体失败了，真挺烦人呐。这他妈的，那兵线都搁我塔下呢，我有个被动，他跑过来抓我，还交个闪现，挺膈应人呢。可是，我来了，你给我打死他了。算了，拉倒吧，石头人来了，这么地儿吧呢。这个粑粑人吧，属于慢夜型英雄，你知道吗？他不属于那种前期能特别狠的英雄，他得慢慢来。你看，他得慢慢来。我能吃血，我能回血，你能吗？你不能，我越打血越多。
我越打血越多，而你越打血越少。小傻瓜，不瞒你们说，这个粑粑人啊，刚出来的时候啊，咱不能说国服第一吧，但除了 PDD 就是我了。可谓当时一手上单粑粑人，叱咤风云。但是后来惨遭削弱，我就再也没玩过了。后来实在是有点弱了，一点一点的给削呀，一顿给改呀。哎呀，左 W 的辅翼啊，三级 W 可以点翼了。打这种石头人你就得用这种 AP 的英雄，什么塞拉斯什么粑粑人这种的。你要是跟他玩个 AD 英雄，你就是正中下怀。这怎么卡了呢？这咋这么卡呢？过分了啊！哎呀，好卡呀！为什么？为什么开始卡了？为什么？我佛了！我也许会屈服，但我不折。哎呀，好卡，好卡！在这等一会儿他啊。你就回家了？回不回呀？到底？快点，回不回？磨磨唧唧。精神病似的，到底回不回？哎，整的我车都没补着，我操了，这给我卡的。哎呦，我真的好卡呀，我天哪！小驴人来了，拜拜。先来个日炎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我冲上一下吧。这不行，这也太卡了，这都没法玩儿，这都。
真的没法玩，这都根本就玩不了，太卡了。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我网的问题，还是说怎么回事，你知道吧？网络吧，其实88pin 还行吧，我都是在这个 pin 值玩。88pin 我可以接受得了，200pin 我都能接受得了。它是丢包，为什么？什么叫丢包？就是你人往前走，看不见你人的走动。它不是说有延迟的操作，你知道吧？它是你往前走，人突然没了，突然唰出来了，这叫丢包，知道吧？它并不是有延迟多高，我200延迟我都随便玩，只要你别丢包，别让我就是人别瞬移就行。这怎么谁死了这？怎么谁死了？AP 石头人啊！呜呼！石头人把谁给杀了？哎，这英雄啊，是真他妈的烦人，我就发现了，真的，赶紧死了吧！他跑的技能太恶心了，挡不住。你要想杀他，哼，那你就点炎把他点死，要不然他就跑，大跑。俺们就来纯右装，哎，振奋。这把只要维恩别起来，就没人能打得动我。来个振奋。指定杀不到八个了，谁跟你说的？八八人杀人还是可以的。哟吼！追他一速还追他，那真他妈能跑。啊，
我吃狗屎！哎呀，这不完了吗？这，哎，哎呀，小伙子，没想到吧？拜拜。你也没想到，没想到吧？我还不回家，哎。哎，血越多，越回越多，这血。我们还不走，哎。上塔把它拔了，石头人传送了。打不那学完咱就主意先点个五级翼，把简西地给他整上去。就是推塔费劲点，感觉应该点个爆破。哎呀哟，这维恩咱打不了，太狠了，这维恩打我身上啊，简直是巨疼无比。你们觉得我单杀一手这维恩有机会没？尝试一下吧，好吧。不行啊。他还带呀，等一会儿，他应该还要带，我们在这等他，他可能会来这个地方看一眼，然后他再去带，知道吧？等他把鬼用了，我们再上。呜呼！怎么又是死哥呀？啊，又是死哥！把蓝打了，死哥！救命！救命！哎哼，杀！小驴人死，杀石头人，漂亮。还剩个威音吧，我们开他一手啊！呀，瞎子，在这等一下，瞎子。炮卡牌，这都没勾着，不科学呀！这瞎子都没有水银骸，快拆塔，撤一手，不行，打不了了。兄弟们，此时此刻我们快跑，知道吧？这就赶紧撩，拜拜。好，谢谢。
要打大龙啊，这是。闪现大我，哎呀，闪现大我，闪现大我，你们就别打龙，好吧？你浪费这个石杆在这里杀我，那你就别打龙。没事，这龙他妈打不了。嗯，反应慢了，不是反应慢了，我就没这反应。我不知道他要闪现大我的情况下，我不会说是闪现躲得大的，这属于这年轻人的操作，这跟我们没有关系，跟我们不沾边儿。这种年轻人的操作跟我们沾不上边儿。来一个吸地海，你应该能打过他，你杀他，这石头人儿，我觉得不用闪这波，应该能烫死。我们等一下维恩啊。没想到等到的是蛤子，大龙，他可挺装逼呀！我这一看呢，啊，盯他。咱俩有虚区没？咱俩虚区这么低吗？咱俩的虚区这么低吗，兄弟？虚区太低了，没有虚区呀、啊，这卡牌呀、啊，晕住这么多空都打不死。控了一万个人啊，是不打大龙去了，还得轮着妈呀，没有轮着妈不行啊。开大呀，开大开大，希望他们不敢打了好吧，如果敢打的话这也没办法。好大石头人，杀人杀人，通杀一波了吧，能一波吗，看看啊，一波了，应该差不多30秒，那轮着妈咋不来呢？哎，这还怎么一波？算了吧，你干啥去了，大哥呀？你不知道对面有威恩这种英雄吗？健步如飞，而且他起来了，他又不是没起来。咱要这把玩个猴，你这是狼一狼，这倒行。1600，差点钱。先来打个针眼儿。
少个人呢，少个人，少个人啊！他们家也少个人，那上吧。呜呼！哟！先杀小驴，来来。好，哟呼！五秒钟，五秒钟有一，呜！你给我回来！我没人打我两下，我就没血，好痛啊！来躲。我把他Q的了，剩下你交给你们了。哎，我以为你打不死他呢。我得合个影啊，等会儿。可算是不卡了。金色大粑粑给大家来个小抽奖，全是右是吗？右